了，这车子的，车到了，车到了，到了，是在乌来的吗？车到了，车到了。经过16小时的问讯，小英爱将郑文灿步出地检署，面露神秘微笑。郑文灿任桃园市长期间，疑似因土地开发涉贪污弊案，遭检调声押禁见后，以500万交保。前一天，郑文灿才刚从日本回来，在机场就被检调拦截带回侦办。讽刺的是，遭声押的这一天就是郑文灿57岁生日。检调查出2015年林口特定区扩大计划涉及千亿土地的变更案，当时郑文灿涉嫌收受千万贿赂，要把其中1笔9公顷的土地从农业变更成工业用地。当时那边附近听说都是坟墓地，地价相对的便宜，变更为工业区的话，那地价真的翻倍涨。当时有民间业者厂商就找上了桃园市长郑文灿来行。郑文灿任内有一大堆的土地变更案，有一大堆的官商互通有无的这样的一些案子，该负责任的一个都别想跑。郑灿桃园市长任内一共卖出超过396笔公有地，面积突破50公顷，总金额高达697亿。但地方盛传，包括巴德农地案、航空城炒地案，至少有5案跟他有关。只是小英爱将惊爆弊案，绿营自家人听到是这种反应：听到这个消息，相当震惊，真的感到很意外。确实让我们有一点震惊啊。事实上，郑文灿多笔开发案涉弊，地方早有传闻，甚至在今年4月就有蓝委神预言郑文灿会出事。只要涉及废话，检调都应该查办，勿往勿纵。勿往勿纵，府院党口径一致，是真的肃贪还是要清算？被视为英系大阿哥的郑文灿失去了小英保护伞，蓝军直言内斗才正要开始，是不是代表对英系正式的开战？裁定交保，检方也提出抗告，而郑文灿透过律师强调自己没有不法行为。蔡英文的超级爱将遭法办震惊政坛，各界呼吁检调必须查个水落石出，也关注民进党的内斗是否进入白热化。记者刘志展、黄义俊、王志恒 SNG 小组台北桃园采访报道。